我有个事儿跟你们说，不管我还有多少时间，我要破处啊！我想趁着还能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的时候，我就想试一次啊！我不想做你处男，就这样离开。我要做男人，我要，我一定要，我要做，我要勇敢，我要考大学。嗯，你可以。嗯，要做就做，我们帮你。喂，我喜欢胸大的。知道，同学。太奇妙了，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。要不问你们姐？你说什么？不是你他妈竟然敢打我姐的主意，那是我姐。姐，你是处女吗？是不是舍不得我？